积木玩具配对，看一看这上面都是什么的影子吧。我们先来找最简单的，香蕉一眼就能看出来，对不对？香蕉，那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也很好认，是葡萄。那还有什么呢？对，还有苹果。菠萝在这。再来看一看，三个圆圆的是什么呀？对，是樱桃。樱桃的旁边呢，是梨子。梨子的下边是什么呀？像爱心形状的水果，草莓。还有什么呢？西瓜。最后呢，是水果橙子。最后再来仔细的观察一下这些水果和